我们是书院颜值最高团队。南科大呢是一所激情飞扬的大学，它宁静美丽，追求卓越。Zhixin书院呢温暖如春，各项活动呢充满了活力，在Zhixin书院的同学们都很健康快乐。南方科技大学在中国高等教育中有很多的创新之处，其中通识教育和书院制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。同学来到书院呢，有不同专业背景的人生活在一起，在一起学习，互相借鉴，会培养出很多跨学科的思考与跨学科互相学习的机会。Zhixin书院致力于培养具有家国情怀、创新精神、崇尚公益和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国际化人才，善思笃行、推陈致新是Zhixin人孜孜不倦的追求。同学们能够养成对自己的行为、对自己所做出的任何的这样的决策，能够负责任，对自己负责，对社会负责，也对学校负责。用爱和责任伴你成长，助你起航。愿你们不忘最初的梦想，一切耕耘皆有收获。心中有梦，以梦为马。我们愿为你的梦想护航，伴你共同成长。我来自内蒙古，自湖北襄阳，广东深圳，河南郑州，陕西西安，湖北武汉，浙江杭州，山东青岛，贵州贵阳，江西婺源，湖南长沙，河北承德，江苏南京，江西丰城，重庆在Zhixin，Zhixin，Zhixin，Zhixin等你，我们在Zhixin等你哦。欢迎乘坐由Zhixin航空为你提供的航班，我是你们的乘务长马美丽。挺好，Zhixin，我在这里等你啊！算了，我忘了。哎呀，很紧张，我不录了，可以吗？啊？不会啊。分开上吧，我在里面听得特别清楚。哎，不，重来，咔。